我们再来看到呢，对于军方这个部分呢，铺友就是有不同的这个说法。铺友呢，您可以看到呢，就是烧酒旅，他用这样的一个漫画来表现他的说法，就是说，哎呀，记者都到前线说啊，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什么什么。然后另一方面呢，我们再来看到呢，军方的人士好像呢，在这里面等待说天后太好，还是先不要出去。真的，8月8号的那个晚上，我们再来看到还有更多夸张的这个部分。